家长带着囡仔跳舞耍游戏，无一下的功夫，小朋友就添加戏里里。中油嘉义非营利幼稚园第一摆举办圣诞亲子运动嘉年华，邀请小朋友和家长做伙进行团康游戏，除了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，也让小朋友在圣诞节之前感受欢乐的气氛。教师团队特别为家长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亲子体能运动会，特别是我们所有的舞台上的布置。有三棵圣诞树，我们有艺术风，然后也有环保风，然后还有用树枝去创作，用大自然的素材去创作的。嘉义市中由幼稚园老师和囡仔共同创作圣诞造型树，让家长了解小朋友在幼稚园的学习成果。嘉义市中由幼稚园今年二月才拄开班，报名人数是非常踊跃。专业师资团队为中游员工提供一个安心托幼的场所，教学理念受到真侪家长支持。对家属而言，其实除了地域上比较方便以外，就是说其实在所谓的月费负担上也比较轻松，主要的目的还是取决于要照顾员工，那尤其现在新进的同仁都非常的年轻，那他们对这个养育生育非常的注重啊，所以中油也注意到这一块，所以我们还举办了这个非营利的幼儿园。中油嘉义区福利分会委员黄耀忠表示，新进同仁年会较少，但是重视养育和生育的议题，所以办理非营利幼稚园来照顾新进员工。另外，也有开放名额给弱势团体，最后才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报名，落实回馈社会的理念，和新手父母无后顾之忧来上班做工课。记者周淑贤采访报道。